我原本是学校的体育老师，那么我教学至少也超过快30年了。我叫 Celine， 那个 Celine Dion 的 Celine。我在 Space 教的是 Bar 跟 Dynamic Core Yoga。那在这一段教学里头，我们一直有一个教育的目标，就是怎么样培养大学生是有维持终身运动习惯。你知道那个运动习惯的养成，就是要养成规律，他们要有持续可以去运动的地方。在这儿教学，我也遇到了好多以前毕业很多年的学生，甚至都当妈妈了。那在 Space 也给我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持续的和连续，我不只是学校的体育，我也可以到社会上的时候，他们所需要的，他们都会延伸不同的运动需求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跟不同的学员做连接。音乐对我来说是我很习惯放在我的教学里头，所以我都会习惯备好音乐，我会觉得我有万全的准备，就会很有自信的上课。